大哥，我俩来了，整啥呀？这咋整啥呀？大葱啊，韭菜，韭菜炒鸡蛋不是这么炒的。别问我什么，啥玩意？对，啥什么玩意儿？这啥？什么什么玩意儿？咋的了？哑巴了这嘴呀、啊？韭菜炒鸡蛋，你不得长点炒吗？我要包饺子。你要包韭菜馅饺子？嗯。那今天咋嘴正？有病！啥玩意儿？你吃韭菜呢？咋着？吃鸡蛋呢？对，还一嘴油，还吃鸡蛋呢。娃儿，你快口水接点，看他吃啥。你咋油了嘛擦的呢？你是不是吃肉？吃肉呢？我吃沙拉呀，我还吃肉吗？吃生的。这里头是不是肉在这里头呢？我蒸的肉。你这大米饭吗？这不。咱讲话，他不。你俩在吃吗？来吃啊。吃。给你俩多整点鸡蛋。行。这面呢？有个放四个行。还什么九个放四个？你这面呢？我说，你不啥面？包饺子吗？包饺子面在屋那啥呢吗？这，那你这里头我帮你打。会吗？一个手啊。嗯。我都给捏碎了，行行，直接俩就完事儿了。别俩活儿，你干的。哎呀，快活吧。饭熟了吗？今天没有点肉啊，大哥呀。天天吃肉，起啥家庭啊？哎，我先上你那块溜达溜达吧。你溜达去吧。哎呀，你快点回来啊！吃过吗？我包的饺子没吃过吧？没啊。我记得你是没吃过我包的饺子。男的包饺子不好吃，一般都女的包好吃。咋的？你们包饺子还分公母啊？啊！我滚一边！没有啊。就一个空箱了，我估计那挪卧了，挪地方了。我也不傻，你都发现了，我还搁那搁着干啥？嗯。秘制小佐料呗。嗯。都挑上筷子去吧。嗯。咋的？腿还瘸了？啊？不对劲。你过来，你看对不对劲？你搁山上不可能啥都没有，就吃这玩意儿。我平时我可不就吃这玩意儿咋的？天哪，你别以为你自己多聪明啊！那我就吃这玩意儿咋的了？你这高级呀、啊！我一瞅都没食欲了的，水到尿裤了。哎呀妈，大哥，你今天就闷这么大点儿？玩呢？哎呀，你俩天天啥下来呀？不对呀、啊，现在不来了呗？不是，大哥，让他重新捋捋啊！你要包饺子，然后你要闷那米饭，你啥情况？啊？谁说包饺子了？你不要包饺子吗？你还闷着米饭？我去！我想一扑！哇，这小嘎巴！哎呦我去！太漂亮了！哎，好啊，好。这嘎巴，今天这嘎巴是嘎嘎地了。妈，差点给我撂倒了！他这锅倒上一瓢水，直接就开锅。嗯。哎。啊？哎我操！这啥玩意儿啊？不是啥玩意儿？怎么上去扒一裤子啊？你这孩子！不是你这当当什么玩意儿？我发了，你看看，给我发了。指定是好东西，我跟你说。呱呱软的，我看。吃不吃了？吃啊！哎，吃你给我发了。吃你掏出来呀！我裤子一会儿给我拽开了。你过一片。不是我掏什么玩意儿？你给我上一边的，这不肉吗？哎呀妈，这家藏的，我说哪油了麻鸡了呢？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哎妈，猪头肉啊！呀，一天藏了掖着呢。咋了？你给我吃尝一会儿，我刚吃一块，你俩就来了。嗯，正好吃。走吧，回家吧。肉咋吃啊？啊？拿肉滚吧。不玩意儿，一起吃。有肉了不回家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他偷摸塞兜里，这人，哎呀，大哥，你咋想的？啊，肉咋吃？我今天就那么直接切了吃了，总得有味儿。别老那，给我分一块儿啊！我自己拽。哎呀，真香啊！啊，要不是肉也不够吃啊，拌点黄瓜。我就整点黄瓜吧，看那下边干，我摘黄瓜去了啊！摘什么黄瓜？摘黄瓜。放点凉菜呗，你就那么吃就行。那黄瓜都没几根了，那白的咋吃啊？拿给我，我给你讲，我走了。什么孽这是？不是你别拿着跑了啊！不能跑啊！摘黄瓜去了啊！啊！你不跟着点回来，我跟你说就剩这么一疙瘩了。
没事儿。哎呀，就是你在那嘎穿了呢。哪是我，我都没吱声，我都没说话，没吱声。那有好吃的不往外拿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你能藏住啊？肉我都吃着了，别磨叽了，行不行、啊？我来我就看着了，那嘴巴子全是油，哎呀！心里有苦，你对我说。回来啦？不，你玩啊你啊？这还吃上了呢，你不能留着一会儿拌着吃啊？你就吃了一点。啊？肉呢？多吃一点。你小心点，那边后面有狗，别让它叼走了。我看着呢，狗叼走，我跟你说，老二都能去把狗撵着从它嘴里叼回来的。它嘴里抠出来的。它绝对有这两下子。你整啥玩意儿啊？杀猪食，埋了八坛。你不吃吧？我不吃。看着啊。啊。拿黄瓜咋吃啊？拌呐。拌嘛。拌你咋不直接拍点香菜呢？我没拆，忘了。哎呀，这小三儿，嘎嘎的啊！你说你二哥干的事儿，咋了？你瞅瞅，这瘦的都没有了，得完了，玩呢？咋的了？啥玩意？咋的？一点瘦肉没有啊？那不有瘦，他那个就那样式的吧？啥样式的？肉不就这样式的吗？我刚才都瞅了，上面都是瘦肉。猪头肉就都是那样式的，都是带肥的，哪有那么多瘦的？天天跟他混，这你卖了你都不知道，这全肥的了，看没有？他猪头肉就是那样色的。你快拉倒吧，这么肥的猪肉，大哥能吃啊？我能吃。大哥不说乐意吃肥的吗？啊，跟人沾边的事，他是一点都不干，你知道吗？咱弄点瘦的，全都给造了。我可没吃啊。你扒拉扒拉，等他回来。是。你再给我拿块肉吃啊！我扒拉扒拉。一会儿赏一块。对，行了啊，起锅烧油。你不吃吗？尝尝。啊？尝一尝。起锅烧油。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这埋一块呢。那大哥，那掉地下的。咱要掉我脚上，掉我脚上甩了你。那我都知道，我操！掉鞋面了，摔了！我又不抽牙不是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没拉这，我的脚也不咋黑，行了。他妈脚趾头油光锃亮了，哎呦！那脚趾头油还咋的？哎呦我的！大哥香不香？大哥？这个味儿，哎呦，这给我笑出眼泪来了！你放那上面干啥？你甩上去的？老大，你看这鸡蛋！哎呦，哎呦，脚差不多得了。不是掉你鞋上，你甩上去的？老大，老大，啊，香不香？你给我滚一边去了！老二，你智商好了没有？啊，快拉倒吧！别在那嘎达逮屁股就嚼不烂了。那谁也不用那么近眼的，这油性真大，没完了。人我说这拖鞋油性真大，我吃啥了？干啥？啥都吃。你上他嘴里想去？天他妈吃顿饭都不老，真恨人呢。多大了你俩天天吃啊？你瞅瞅，你瞅瞅。这多些肉，你瞅瞅，漂白的，你看，嗯，啥漂白？哪有块瘦肉啊？那都是瘦肉吗？猪头肉一点都不腻，你还叫、啊、还叫瘦的？哎，你吃完为啥得撅嘴呢？不知道，你看，亲，还嘟嘟唇，什么嘟嘟唇？这芝麻酱啊？嘟嘟唇吗？我不知道，让他看着贼恶心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你买这猪头肉一点瘦的没有？瘦都让那啥，都让狗给吃了，没毛病。哎，老大，啊，你看那边那冒烟呢，你瞅瞅是咋回事啊？我点的。那边冒烟呢，你瞅瞅啥玩意着了？
走，打包，拿走啊。嗯。快点，快点。咱不能干咱俩吧？嗯，不能。上。干。